天准时，对啊，准时开播。点吃的吗？没有哎、欸，今天该我自己吃吧。好久不见。有吃吗？有吃啦。晚餐要吃什么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要吃什么？吃什么好？没有想法，目前。带探子去哪？带探子去医院呢、啊？鸡下预备，鸡下预备。对啊，他要结扎了，他要去结扎，他今天结扎，他现在感觉又扁，哪有啊？有点蓬好不好？你们在那边不要为了说他扁而说他扁，你们这样不行哦。他今天结扎，今
今天结对啊，明就扁还没有扁好不好？难怪探姐她现在不在家哦，还没，她现在不在家，她在医院。今天阿三当家没错，今天回家的时候没有猫叫声，没有叹气的声音，就觉得好伤心啊！谢阿凯，谢阿凯，谢谢俊。其实我今天进来第一句话不是跟阿姐说，是说阿三很扁，是不是？嗨，小姨，嗨，新一，阿三这里有没有空空的？没有。我是哦，错啊，开，谢谢 Cody， 管道可以接回吗？可以啊，我等一下要去接他了。阿三表示开心，太坏了吧？匆忙从王国赶回来，哇！王国纪元，继续打你的仗啊，打起来！其中周辛苦了，小姨，加油加油！谢谢渊 life， 今天要去考试了是吗，小姨？午安，大家。汉吉辛苦了，对啊，讨厌，担心担心。你这些都还不错哦，大姐。快乐时光真的很赞，夸张。本来还在期待线上考，结果学校装死。好像现在是不是大家的学校都不愿意变成线上，是吧？烧他全程，好凶哦，阿凯，凶哦。希望我们继续成交，谢谢柠檬。多久没有跟我相处？他每天都在跟我相处，好不好？你们真是想太多了。嗨，芋头。探姐亮相半年，今天半年哦。十八、十七、十八，对耶。是吗？十月。是哦，真的哎，真的哎，他今天去忙了。阿三一直在床上，怎么会想？对啊，每天都跟我睡觉哎，拜托。对嘛，小姨被我搓圆捏扁的，他还是很幸福啊。谢谢吉米粥，谢谢俊，谢谢俊。阿三是我的守护天使，守护天使。谢谢地瓜，今天好安静，不太习惯。哪有，有时候探姐在睡觉也很安静啊。嗨，玄米，嗨，黄鱼，每天跟我睡觉，人生胜利。可以的话，剖应该会剖啦。
明天好朋友，对，明天19号那个诗雅毕业演唱会，记得哦，是明天哦，不要忘记哦。美甲是做新年，不是新的，自己涂的而已，没空做。我今天不能看探吉推我的脸，多想看。探吉是阿姐的心爱的天使吗？没错，学妹。其中不能去，你不能抢票吗？你找你请别人抢，你请别人抢。其实也不会到抢吧，但是就是讲这种什么话，就是你不要忘记买好吗？时间无法去，你说表演的那个时间哦，5月14，没有办法吗？礼拜六，你坐在机台前面是不是有点太早了哈？阿杰会在哪测？都会啊，又不是只有一两首歌，对不对？又不是只有一两首歌，但都会到处跑啊。大都在哪边？没有，真的没有，就是都有。你的心啊，在你的左侧是吧？在你心里边，心意不要重复啦，就是不要忘记去买好吗？不要忘记是明天中午12点开卖哦。好，明天中午12点，大家。会跑到延伸舞台吧？我会啊，对啊，大家应该都会吧。如果没有人要跑的话，那做那个嘛。晚安，小梅酱，谢谢柠檬。谢柠檬，谢谢杰克。我想哦，明天哦，预算太多，做一下下巴花套，有事吗？有事吗？大概看线上啊？怎么这样俊？不过对啦，也是有线上可以参加啦，这样对。远距离看着我，好的。这场小学生之后首次有花道的舞台吗？你说延伸舞台吗？如果桃园阳光剧场算的话，那个就是那个也有啊。明天十二点，对哦，明天十二点。嗨，陈。对啊，桃园阳光。阳光的舞台真的赞，真的赞，超大的小音，赞赞的。你就一定是啊？好吧，很可惜。希望可以赶快参加活动。谢谢 Cody。那他们去好多人。舞台下就GG是
没错啦，是没错啦，是没错啦。我在小巨蛋跟阿杰对到眼，根本奇迹，奇迹，奇迹！千技能也继续爆冷，爆炸冷。桃园大厂，你在关帐没去到残念，关帐是什么？我会有机会的，快点！那就很热，对啊，真的超冷哎！我今天一小哦，指甲是我自己涂的，不是去做的。这前几天都没有时间弄。全力杀六千，有点怎么样？懒人如果竟然会自己涂，因为我没办法，这真的很丑啊！探险都要买好吗？我想去跟那个医院买，我没有买自己的，我没有买可爱的那一种。嗨，玉特，好久不见！哦，合照卷，对耶，合照卷。照卷，合照卷，合照，六月。好多活动，好期待哦，很赞耶，赞耶。合照卖到啥时？合照卖到5月10号。想说可以看到花花探集的，没有花花探集。其实我一开始有想买啊，但是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可能等一下下单，明天后天给他带。我怎么会快？对啊，雨人，然后这心情太可怕，是没错啦，拜托就是。不要延后好吗？拜托，一直想说握手还要很久，其实也剩一个月左右。对啊，时间过很快，离演唱会已经不到一个月了。所以选择跟我共存，蛮好的选项，蛮好的选项，蛮好的选择。但还是很可怕，对啊，可怕的，大家也要小心啊。全力杀就可以找痕，没错，可以合照的哟。
姐要开始准备买新衣服了，今天要买新，为什么要买新衣服？谢一凡，大姐衣服很多吗？也没有很多吧。错过 VIP 的你，全力施压一下，应该可以吧？施压起来！别在户外晒伤，户外大家真的太辛苦了啦，粉丝真的太辛苦了。欧雪薇合照会不买新衣服吗？合照会，瑞士合照会会穿自己的衣服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们还没有消息。但是握手会的衣服已经，这个是已经定案的东西了。学生合照可以挑零三岁合照吗？零三岁是哪位？哪位？跟全男合照的时候可以指定阿姐在站旁边吗？应该没有吧？应该没有这回事吧？跟林探吉合照，林探吉崩溃的零三岁，不行吧？我跟瑞穗合照，如果穿瑞穗的服装，应该会很好看。我也是这么想啊，但是其实我是不确，我不知道啦。但是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知道，可能之后。会再发消息吧。之前两次合照都穿 Toilet 的吗？有吗？是不是应该要画个这瓶？有三岁就买爆买之类的，没有这回事。安瑞瑞，好想再看到阿姐跳，是不对，我也好想看，我不是好想看，我想跳啦，我想跳啦，一堆好笑，来支持独自住这些人哈，学校毕业照没在选位置的，学校全团合照超像毕业照，要怎么看自己跳？可能镜子之类吧，在你们面前摆个镜子。
请对自己犯傻哇。Confession 衣服也很赞 ，Confession 的吗？哇，好久没有做 Confession 了，好久远啊，小英。现在在讲合照会吗？现在在讲，不知道哎，表演的制服之类的。我知道啦，语言。不知道哎，米酒，我还在思考。一休想骗人，凌人。先生，你今天探机要保暖一下。现在外面变冷了是吗？三个月吧。不知道啊。好，沃伊特，加油！公演要到了。预测下次直播鼻子痒，就开始打喷嚏，是不是？没看过《Confession》，没看过《Confession》，真假的？你没有看过？谢谢地瓜。这里有点，昨天蛮冷的。你刚在捷运被要 IG， 你叫他先追踪我，再给他你的。你这个人好奇怪哦，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就不喜欢他才拿我当挡箭牌？小姨，探姐去结扎，探姐会不会以为我不要他了？不会吧？不过我是很害怕他会不会今天回来就不讨厌我，不会吧？探吉来我家以后应该是第一次外宿，嗯，对啊，就是他离是在我家以外的地方比较久，然后还没有母陪的第一次，对，第一次没错。一定不是没错菌，咖啡就很香香香的。现在迷你孔吗？对啊，在迷你孔瑞瑞。你在想怎么拒绝被阿姐救了？欸，但是我记得二周年也有表演，也有表演咖啡选，对吧？对啊，我记得二周年也有。你在想怎么拒绝被我救？不客气，不客气，小英。
还是你看过单本影像？有可能、啊，有可能，也是有这种可能、啊。这次好像可以用一下，可是没人会找你来去，干嘛这样讲？一定有的，只是那一天还没来。谢谢阿姨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二周年有啊，二周年有。现在吉外生是去放生活化心灵吗？他去叠加。哇，看来真的是歌词大王，谢谢你。我怎么你怎么会没讲啊？怪我是不是？你要好好反省啊你。请你反省一下。谢谢吴诺。的照片的转眼倒是印象深刻喽，但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猫猫了。你说经过今天的结扎，它是一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猫吗？原来如此，那首就是要喊阿杰听你，奇怪的人。但吉是这几天没有啦，他早上去了，他等一下就回来了，他只出去一下下而已，请不用担心，请无需担心好吗？嗨，柯迪，那吉会不会回来很会不会很忧郁？他应该就是会精神很差，食欲不好，隔几天忧郁是不知道哎、欸。感觉他一直舔伤口，就要防止他去舔啊，就要戴那个头套啊。他、啊、自己去结扎，他不可能自己去结扎啦。那哈喽诺，他、啊、自己走去了，然后在那边喵喵喵说我要结扎。我是不会觉得太想他就哭啦，我也才离他大概不到半天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不到半天我就要哭，我那个去工作去上课，我应该每天都哭爆了。我是觉得说，就是很舍不得他要动手术什么的，他会觉得就是很担心这样。多买10个猫抓板，疗愈他的心灵吗？医生要喵喵喵，医生好忙哦，笑死，医生很厉害，还要听得懂喵语、喵语、猫语。还是觉得安静很多，没有觉得很失落，家里只有我。那你节目飞的笑死，他有悠卡，他有一卡通悠悠卡，学生票，儿童票。数画好棒，对啊。但医生也是猫，原来他的医生也是猫，什么秘医啊，太厉害了吧，很厉害耶，猫的报恩哦。那我想要看看。
叔叔要100个高级罐罐。猫界名医，猫的爆炸，不，猫的爆炸什么鬼啦？我去诊所，你们是不是哎？等我诊的时候，我会告诉大家的。请大家替我担心，笑死！我动了什么？动了心。整的话，我还在存钱阶段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从来没有存过那么多钱。医生有学过动物心理，从小就跟动物沟通，那也是蛮厉害的。动了那些你会，哎，临表涕泣，不知所云。喵喵喵，我也会啊，喵喵喵。妈妈的卡刷下去，简简单单。可以先不要吗？笑死，靠！习惯平常探及手贱吗？手贱玩脚架子。今天到六点，今天到六点对不对？我都有陪拆线，今天才陪拆线，又不是我自己去，是在就不是我自己要去弄，在那边我是要怎么驾轻就熟。等我一下哦，谢谢圆，吃饭了没？等一下下播去才会去。那一小没错，啊，但是我不知道哎，问我他吃啥？吃啥？吃啥嘞？吃啥嘞？前任出殡吗？我们上一个的 reset 的那个白色情人节中间的那个 pose， 其实就是在摆那个啊，但是我不会。我是带探奇过去就回来了吗？我在那边就是帮他看诊，就是医生帮他检查这样，然后我听那些报告什么的，对。然后因为我有事啊，所以我就先离开了。他也要就是先休息，然后手术完也要休息，所以我就反正也要等嘛，就。我就先回家了，就先离开了。听说上礼拜两次生日礼物都叫错名字，没错哟。上礼拜就是一个在出错，不知道在干什么的状况。
这梗太深，是啊，没有那个音乐就没有那个感觉了，没错。我听得懂吗？如果医生要跟我讲，他也不讲给我，就是让我懂的话，那是不是其实也就没有用了呢？就是其实它都是，就是任何指数都是正常的，就是没有不健康这样。然后我觉得他说他的汗结的胰脏有一个酵素比较高，然后我觉得他说是可能是因为可能食欲比较不好，或是就是导致的这样。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他进食太久了。我昨天晚上十二点就把他那个饲料就全部都弄掉了，这样。可是我也不知道他前面有没有吃，因为我昨天晚上是放着给他吃的。健康的探集，对啊。你会带一个人去？哦，好嘞，谢谢你。我怎么我真的很有事，你才有事啊，臭瑞瑞。我把饲料吃光，我多饿。禁食，禁止禁食，禁止吃食物。他早上都没吃东西，是不是？他就不能吃东西啊，他就要禁食啊。我刚刚自己说我是要先走。哦，原来你是在说这个，好哦。对，我有事，我最有事。希望他会跟犹豫太难受。是不是蛋吉太想饿太饿，想多吃一点，自己去改了数字？太聪明了吧？那我可以通融给他吃多一点，毕竟是一只聪明的猫猫。你犯的偶像都有事啊？对哦，大家都是误会别人呢，拍谁呢？毕竟是聪明的妈妈养出来的聪明的猫猫，探吉比较难过，回来就可以吃东西了。对啊，而且他还要吃药。生日过一个月就好累，知道怎么前六后六？但是你自己过太累了，好不好？应该不要过得那么累啊。这几个月特别有事，咦？我要怎么骗他吃药？可能就放在罐干，吃料里吧，混一点罐头啊之类的啊，不然要怎么吃？胃药感觉很难喂。对啊，我之前看医生就是直接塞那个药丸在他嘴巴，就是渡到喉咙那边，然后给他吞下去。天哪，我无法哎，什么高难度的动作啊？说法球裂。好伤心哦，被呛了吧。你是想遵循我前六后六理念，但是你就不能过那么累啊？那我人每天在那边不睡觉喝酒。偷偷埋在饲料里。医生是看药丸效粉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等一下去接他的时候再听医生怎么讲。但是我之前探姐有吃那个驱虫药，就是吃药丸。趁探姐打哈欠弹进去，
好好笑啊！看，很渴，很渴，不喝水哦，臭瑞瑞。感觉喉咙有点刺刺的，夸张。妈妈，我要懒人包。好的，好的。果果看看，虽然觉得可能也没啥好建议，我也这么觉得耶，阿翔。之前人家老鼠生病，你喂他吃老鼠药，但他还是过世。我有点，你在想认真的吗？还是你在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。之前看过的狗狗把混在寺庙的药汤，哦，对呀，我有看过。难得有我没有先查过资料。你说胃药吗？胃药不是直接塞，就是撒在饭上啊。他在讲笑话对吧？我不敢，因为我不知道他在讲认真还是在开玩笑，我不敢。如果是认真的，我就不敢随便去。你知道，就可能是真的，就是老鼠能吃的药之类的。你看到还是没想到这是小花，是吧？我不知道他到底在说真的还是假的。我的人怎么会被无辜咬？无辜更好好去咬爆他。瑞的话只有30%就是认真的吗？是吗，小雨？你了解？看姐从饲养到现在都没有生病过吗？没有哦，全民。是不是怕一呛出代志？是啊，我害怕我说错话，我害怕我就是讲哈哈好好笑，然后结果是认真的。要吃什么是决定好了没有？没有啊。看来我笑话看的不够多，去找一家进修没关系。我本来就不是一个会讲笑话的人。吃嘛，
菜吧，没有想吃哎、欸，原来明天打算叫炸鸡，明天那 right now 呢？你的现在呢？可是我好好笑，你说什么？你说我很好笑吗？蜜蜂死掉会变什么？变什么？突然想吃胖滴滴，胖滴滴我很少吃哎、欸。我的笑话都不好笑的，很好笑。你很烦哎、欸，吃面大概要点一个小时，哪有？妈妈煮的饭，烤鸭也不错哎、欸，老李也不错哎、欸。不愿意猜想，不愿意，你直接讲，快点，现在立刻马上说出口。蜜蜂死掉要变什么？蜜蜂袋哇！烤鸭至少要三个人吃，会有那么多人可以救吗？林杰、阿杰、探吉吗？我搞清楚欢乐颂要怎么，我没有打算用欢乐颂啊，我直接叫外送啊。阿杰他吓死，长眼睛膝盖，我爱你啊。紧张的哇，紧张哦，吓爆！这是一家的哎。好笑就推锅，紧张好笑，我觉得很好笑，好不好？但是那真的是一家想出来的。我怎么可能会想到这种谐音梗？冰冰有你，但冰冰不送我，好不好？太棒了。谢谢你的妈，谢谢瑞瑞。我六点念排名哦，六点，嗯哼，六点。没有人，没有 this。瑞瑞。猫喜俊，冒冒失失，晚餐不知道要吃什么，不知道，没有想法呀。今天的我没有想法。合照会会有笑话听吗？你们可以跟我讲啊。合照会其实没有办法讲太多话吧。至少不可能会有像握手会一样这样。可以再讲一次上次那个，蛮想听的。上次哪个？
什么超快九万直接都被剪掉？哪有啊？你拍超久的耶。穿的比较特别，讲话直接会更小。裙子的部分，你可以在拍完照的时候快速讲完一个，可以啊，给你五秒，五秒有吧，五秒最多吧，来吧，说吧。可是我没时间猜。啊，就直接讲啊，就讲嘛，就直接讲完，讲完，不要让我猜。要等我笑完，要确定我会笑。本来一张可以讲一句啊，你全部一起拍，他也只给你讲一句。我嘛不阿多，反正我根本也不想猜，对耶，对耶，一分钟可以吗？可能就是要透过握手会这样。本身解说全力以赴，告诉自己笑话不能忘。什么鬼呐？哦，你这样是吼。那阿杰笑越久越喘，看起来晚上好，点钟可以获得我的白眼。吃咖喱。阿姐很容易腻，你怎么知道？谢谢瑞瑞。热粥为什么放两天才的？周休二日，休休休，停休停休。好啦，我要念排名，念排名了，大家我要念排名啦。有一次还被嫌不疼，你自己投怪嘻，怎么这样？是什么？我已经忘记了。为什么橄榄树不能种在一起？因为会群聚感染。但我觉得这蛮好笑的，群聚感染。好，晚点排名啊。今天是没良心时间，没错。群聚感染蛮好笑的、啊。好啊，你排名。今天的第十名是阿烂，谢谢阿烂。第九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第八名是瑞瑞，谢谢瑞瑞。第七名是侯颖，谢谢侯颖。第六名是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。第五名是一凡，谢谢一凡。第四名是庄颖，谢谢庄颖。第三名是静，谢谢静。第二名是 Cody， 谢谢 Cody。第一名是地瓜。
第一名地瓜，3周年后就没时间看表演了。什么意思？你是说诗雅的演唱会那些也没有办法看是吗 ？reset 公演啊之类的。握手会见，林曲，谢谢今天的第一名地瓜，谢谢地瓜，哇，谢谢。你抓不到我的笑点，你怎么会抓不到嘞？宝，对啊，我要去接探吉回家了，我要去接探吉回家了。你也不知道我的笑点到底是在地下室还是在楼上，奇怪。好啦，谢谢大家今天看我直播，陪我聊，陪我看我直播，怎么？谢谢大家今天陪我直播，什么啊？我要讲什么？陪我直播，陪我聊天，看我直播，谢谢大家。打结了，打结了，陪我直播，陪我聊天，看我直播，对。谢谢大家今天陪我直播，陪我聊天，看我直播，谢谢大家，辛苦啦，谢谢奶奶，奶奶奶奶。奶奶，疯狂念错，没错，大姐。奶奶，奶奶好，奶奶米酒，奶奶好，奶思琪，奶奶大姐，奶奶阿凯，奶奶 Cody， 奶奶静，好的。奶奶瑞瑞，奶奶钟怡，奶奶玉人，奶奶阿北，奶奶田中，奶奶阿翔，奶奶原来是奶奶地瓜，奶奶君怡，奶奶柠檬，奶奶凯，奶奶玉人，奶奶阿拉，奶奶瑞瑞，奶奶小叶，奶奶桃毛屋，奶奶新一，奶奶保罗。奶奶小姨，大家拜拜！奶奶姐哥，大家拜拜！我要去接我们家宝贝吉回家了，辛苦啦！大家拜拜。